胖子走不下去，拥抱着你，臭水臭水，我臭水的水。哈哈。爸爸黄玉伦饲养了两只英国斗牛犬，分别是姐姐大美与弟弟阿肥。日前，他与妻子带着爱犬们前往嘉义瑞丰一起爬山，欣赏完美景点。没想到准备回城时，大美已经不想走了，爸爸只好把她抱在胸前，一步一步吃力移动。本来带两宝瘦身，结果瘦到老爸自己。爸爸重训的好地点。你要庆幸只有一只要抱。你不要把狗摔下了。你不要把狗摔下了。哎，三阳就三阳。哎呀！丹丹，你好像熊娃娃，好可爱哟！
我其实要带他吃，但是好好笑。抱歉，我不会帮你穿衣服。走了，我们回家睡觉不是很好吗？你要散步散多久？走了啦。至少还走在有太阳的地方吧。先出去散步咯。Nope。 走，拜拜，待会见。电电电出去散步咯。他出去了吗？走，拜拜，待会见。